披萨淋浴，倒入少许酱汁，打开水龙头，好吃。我去开披萨外卖，谢谢。嘿，钱呢？好好享受，女孩们。对不起，你们没有付披萨钱。哦耶，那你们就来玩一个挑战。耶，新的披萨，不，这是24小时披萨挑战赛，欢迎。一个寿司派对，好吃。不，这是披萨挑战，布兰妮，我要吃寿司，我的寿司。行，我给自己做新的卷儿，没有什么能阻止我的寿司派对。开呀！披萨寿司，加点芝麻。吃披萨卷儿。普通的飞盘，披萨挑战中可不行。好的，准备好了吗，安迪？现在接住。哦哦。输掉从来没有这么好吃过。浪漫的氛围，蜡烛。还有披萨。不，音乐。我知道你有多么喜欢意大利音乐。哦，谢谢你，安迪。音乐结束了，我们吃晚饭吧。看，长长的披萨意大利面。嗯，好浪漫。左手放在黄色上，左脚踩在蓝色上，右手放在红色上，安迪踩在披萨上。哦耶，嘿朋友们，你们不玩吗？我们正在吃披萨休息。是谁？披萨外卖，这是你的订单。哦哦，它是空的。等等，我来搞定。冰箱里有什么？哦，有意大利辣香肠披萨的所有原料，太棒了，放在箱子里。看看这些新鲜的食材，还有维生素，还有饼皮，当然。只需5秒，披萨就准备好了。是你的订单，小姐，小心点，很烫。谢谢。我的披萨是一件艺术品。来了。我应该把钱藏在哪儿？在一个罐子里。哦，在烤箱里。我的披萨好了。什么？谁家的钱？哦，哦不，我的积蓄被奶酪覆盖了。你可以留着披萨。5块，给你，奶酪是你的小费。敬我们，宝贝，我们来拍张自拍。
在发布。什么？我的前任有了新女朋友？没门！你好，我可以订一个披萨吗？他来了，这是你的披萨，谢谢。我们可以自拍一张吗？不，这违反规定。再见。行，我和我的披萨会没事的。不需要这个，这是我新的男朋友，披萨人，拍张亲吻照，我们在一起真开心。发布，看看这个前任。等等，贝拉有新男朋友了吗？我亲爱的宝贝，晚安，我的小披萨。妈妈爱你。哼。对不起，宝贝，我跑神了。我最喜欢的屋户上的披萨视频，我可以一直看下去。但是我要化妆。嗨，安迪，布兰妮，你没有忘记披萨挑战？啊？这是你今天的化妆盘。拜。好的，我要试试这个美丽的披萨。哇哦，我像意大利辣香肠一样闪亮。我准备好参加派对了。我喜欢玩飞镖。不，我们今天要玩披萨挑战，这是我们的橄榄飞镖。我们玩吧。嗯。哦。耶！这片披萨是我的。我是冠军。很好，轮到我了。哦不，够凉。祝你好胃口哦，布兰妮。汪。你想要一些吗？唯一能让你彻夜清醒的就是咖啡。我需要更多的能量。还有更多的糖。等等，安迪，不要忘记披萨挑战。哒哒，甜甜的披萨帮助你学习。哇哦，加糖的披萨搭配我的咖啡，完美。好多糖。每一口都让我的大脑运转得更快。我从不喜欢披萨饼，即使是甜甜的这种。哦，甜甜的披萨饼皮非常适合我的咖啡。哎呀，太热了，打开风扇。啊？不要那么快，布兰妮，别忘了披萨挑战。你准备好了吗，安迪？ Yeah. 我打开了。披萨风。哦。哎呀，我好累，我要点披萨当晚餐。哇哦，今天有折扣。现在就点。我的手机怎么了？我就等着。安迪不小心点了五个披萨。我的披萨来了。哇哦，开始吃吧。太好吃了，我无法停下来。最后一片披萨，哎呀，我吃不下去了。好好享受哦，鸽子。嗨，我给你带了披萨。
谢谢，布兰妮，这是我最不需要的东西。还有一些给你。想吃披萨吗？我饱了。我也是。生日快乐，安迪，许个愿。吹灭蜡烛。哇哦，谢谢姑娘们，披萨蛋糕我的最爱。惊喜哦。哦，我的脸。你喜欢我们的披萨挑战吗？那么就在下面写下评论，告诉我们你最喜欢的披萨料是什么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请点赞并点击铃铛，不要错过呜呼上任何搞笑的新视频哦。